特别好。喘口气再来。好了，好，放松来，两个腿抬起来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来踢开踩踢。没事没事，这时候是最不舒服的，没事没事啊，现在开始疼了，来，咱俩一起用劲，我帮你，快点的，一二三，使劲来，这个劲儿必须出来了，使劲。这是大夫帮你生出来的，那也挺厉害，这个比那孩子大，老大是五斤多，这个得有六斤多吧。现在咋样啊？还疼吗？不疼了哈，放松啊，一会儿会让你看男孩女孩，完你自己确定一下啊。听着哭没？听着哭没？轻声的啊。一会儿他会抱起来，会让你看。你看都没咋出汗，还是二胎好生。我上来一个班，我都没使劲，他一捂肚子，我扶着。